机在手，视野我有。追剧偶尔玩游戏，可能电脑游戏比较偏多，可能有趣的影片，不管是 YouTube 上面，或是各种各样，就是我觉得让我有兴趣的事情。因为当然大学可能不一定每个课业都让我觉得很有兴趣，对。但是手机上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到底想要看一些什么东西的。走路在滑，坐着更要滑。是影音太精彩，还是社群讨论话题错过就不在，或是双手跟大脑早已被习惯制约，闲不下来？可能晚上10点以后。 或是躺在床上可能没事做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还是会去滑它。你可能上课之后，你还有一些社团活动，还有一些可能去学习复习的时间，或是任何这样，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可以有办法控制自己不要去玩这件事情。广义来说，只要还能自制，就跟上瘾这个字眼还存在着安全距离。上瘾未必都是坏事，有时近乎执着的投入，反而造就了专业项目上的达人。会被视为有害的是，已经导致生活失衡。 或是沉迷的事物本身不利于身心健康。其实我们在讲上瘾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掌握3个原则就好了。好，叫做强迫、耐受跟戒断。好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？我把它清楚白话文，就是说强迫、耐受、戒断，就是说你不能克制，然后不能不给就会起效，然后你会发现你需要依赖它到非常多的时间，才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满足。哪怕家人、亲友声声唤 ，App 里的短影音人一则接一则，或是追剧追到废寝忘食，以及手游那句再玩一下，不知不觉就打到天亮，难以停下的原因是这些动作给了大脑。 舒适的回馈，跟上瘾的机制相关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叫做多巴胺。好，这个多巴胺其实会在我们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，它会释放，释放之后它会有回馈。最简单的讲，我现在滑手机，或者说我们吃饭喝酒，做一些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的时候，多巴胺就会分泌。多巴胺分泌以后，你的身体就会有记忆。 然后这一个回路就会形成，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了糖，心情会变好，有没有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原因。快乐是相对感受，心理师分享近年临床所见，成瘾大多源自于压力，而压力的成因又各有不同。哦，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因为学业长期不好，所以说可是他又很想要表现自己，所以他发现只有在网络里面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网络只是一个手段。成年人在关系的问题里面，其实就是带着各式各样的一些困扰或没有解决的困境，比如说婚姻关系也好，职场关系也好，然后同侪或者是亲子关系也好。了解问题才能解决问题，关系不佳或没有认同感，专家建议从陪伴找出瘾头，透过近距离的相处。 观察成瘾者动作触发机制，例如是什么事件出现让当事人感受到烦躁或是不耐烦，甚至事件并没有发生，但是情境让对方直觉急着找寻出口，不论是工作、课业或人际关系，进而安排替代性动作。因为长期忽视，问题很可能横向延伸。你一定要打电玩，或者是打到他必须要一直去氪金，让。 这个上瘾的个案理解自己的行为，其实是，出现这个所谓的成瘾的行为，而这个成瘾的行为对他的生活到底造成了哪些不便利性？戒除这个上瘾的动作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动作慢慢的成功的次数多了，这一个戒瘾的动作本身，成功的经验本身，也会让成瘾者带出下一个脑部的回路。我戒除的方式成功，我对这件事情有成就感。 我其实也会分泌多巴胺。重点在于转移注意力。科学研究显示，从协助重新认识自己着手断瘾，效果远胜于外力强行阻止。特别是沉迷的物品，不仅止于3C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一直在那边喝酒，没时间在那边喝酒，你知不知道你是为了压力，因为压力而做的这样的选择？而这样的选择其实并无助于你面对压力的一个品质跟回应。所以，当你有这个理解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去走到下一个阶段。 成瘾容易，戒除难。试着把目光稍微离开沉迷的事物，或许并不难发现，压力之外，其实处处开阔。TVBS 新闻罗世鹏、叶甫特报道。